这是上海教育系统表彰大会上的一次演出。全国三八红旗手、77岁的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于丽娜站在舞台中央，和他的几代学生一起合奏《梁祝》。这一天，距离他第一次握上琴弓已经过去了快一个甲子。而这位小提琴演奏家的故事，却要从钢琴开始说起。那个时候无所谓喜欢什么，只是说家里只有学钢琴的条件，而且还不是我们家有条件，只是我的亲戚有条件上课，有条件练琴。因为我一个婶婶，她是我们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的钢琴毕业的，所以她呢就在家里面教我们这些小孩，大家都要学一点。别的孩子嘛，就到她的点儿嘛，她都不练琴去玩，我们老老实实就是，因为我家也没有钢琴，在我六姑妈家里的钢琴上练琴，在我的小婶婶的那里去学琴，就这么。所以家里都有点那个学音乐的这样的学钢琴的环境吧。1951年的时候，贺罗丁院长打算要建立一个叫少年班，也是后来就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那么想成立这个，然后就在报纸上登了广告招生。那时候我正好小学毕业，初中已经考好了，然后我就跟我表姐两个去考，用钢琴考，就怎么考了嘛，也就考取了。开始的时候这个班级就招了25名，就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第一班学生。半年过了以后，就考试的时候把每个人的手，一个老师在门口看看，那样看那样看，我们也不懂干嘛。到第二学期一开始来报到了，一看墙上贴了张纸头，就给分配了，什么人学钢琴是保持钢琴，还有的有的人就是小提琴大提琴，什么呢，手宽一点的首先要你们改了，宽点里面手指粗的大提琴，手指细的小提琴，就这样子给分配学了小提琴。于丽娜没有对小提琴一见钟情，也没有人知道这次分配的学习任务对她的一生和整个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当时于丽娜已经11岁，无论学习什么乐器，这个年龄起步都有些晚了。但是一学觉得哎呦这么难听的，因为才学的一两年的时候真的是不好听，像拉出来声音像叽嘎叽嘎叽嘎，像我们说像杀鸡一样的不好听，所以那时候挺不喜欢的。钢琴已经一定的程度了嘛，就是都是弹曲子了，那个小提琴还在很难听的声音的过程当中，但是分配你学什么就只能服从嘛。反正我们这代人吧，这辈子全部是分配的，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然后进大学了工作呢也是分配的，你爱什么不爱什么呢，没有什么挑选余地，什么事情都是分配的。反正我这就是习惯，就是认真嘛，认真的练习，认真的对待，好到后来声音好听点也喜欢了。克服了初学的心结，很快又有了新的困扰。在解放初期，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小提琴是陌生的，无论是音色、表演方式还是曲目，都没有任何的大众基础。这个问题不光让于丽娜担心，上海音乐学院从事小提琴教学的老师们也在为此苦恼。我们到哪里去演出都是很不太受欢迎，比方说到机场，我们也已经挑选一些是认为比较能够好听一点的小曲子，外国的啊，他拉了以后呢下面鼓掌没了，但是唱歌的同学就唱两个中国歌曲就要再来一个，很失落啊。你到农村里去拉给他们表演，这个农村老妈妈你拉完以后问他好听吗，好听啊，听得懂啊，不懂都是这样的，都不懂，
就是因为听不懂的情况之下，就对这个乐器也就有距离感。那么我们自己也觉得很苦恼，就在这很苦恼的情况之下，在院的党委党支部的领导下，就是我想成立一个叫小提琴，后面就叫民族学派，但是我们是试验，所以叫实验小组，就是一些小提琴同学想搞搞试验，能不能让小提琴让中国人喜欢。小提琴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是现代交响乐队的支柱，也是具有高难度演奏技巧的独奏乐器，与钢琴、古典吉他并称为世界三大乐器。于丽娜和上音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伴们暗自思考，小提琴传遍欧洲，也跨越种种不同的语言，那为什么不能让这个洋乐器说中国话呢？就从这个开始做一些民间器乐曲或者民歌，把它改编到小提琴上来拉。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广东音乐《步步高》，对吧？还有青海民歌的民歌那个《花儿少年》，那个里头的就那个我们把它写成叫做四季调，对吧？还有什么夏杂兵的《二千年夜》，把这些曲子把它改编，改编了我们到外滩，就把谱架什么一摆就开始表演。经过的都不知道，音乐厅去的那些观众是个路人，他看到你们在摆东西嘛，中国人好奇嘛，一下子围了一大圈，我们就表演这些曲子。那从路人的脸上就看到他们的反响，脸上是表情啊，是听得懂的，是笑眯眯的，欣赏的。小提琴本土化的实验正如火如荼，共和国十周年庆也即将到来。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为祖国献上一份厚礼，创作一部完整的小提琴协奏曲。大家也希望借此小提琴能真正地融入中国的血液。决定产生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积极地出谋划策，但从题材的选择到乐曲的长度，大家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那么他讨论的时候，正好是1957-58年的时候，大跃进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年轻人就跟着政治口号就喊叫，来，怎么就写那个全民皆兵，写那个，就是三面红旗的那些口号吧，大炼钢铁，就是这样，报的就讲的这些名字。然后这是因为我们小组里有一个男生是何章豪，从浙江粤剧团的乐队里面来的进修生，然后他对熟悉粤剧非常熟悉，然后想请他，他就再加上当时的梁山伯祝英台这个故事已经编成了粤剧的舞台剧，并且已经拍了电影。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个故事已经有了艺术的创造，有了铺垫，又有一个那么熟悉粤剧的何章豪，所以有提了一个名字叫梁祝，是在背曲的背，梁祝。后来送到了院里面呢，孟波是我们的党委书记，又是副院长，又是本身是个作曲家，是延安的老革命。他看了以后就，觉得那些是不可能写成小提琴的作品，就点了梁祝，才有了梁祝的这个创作，这个题目决定。但是我们这个小组全是拉小提琴的，没有作曲能力，改编小曲子可以，大的一个作品，没有这个作曲能力，所以。我们的丁胜的副院长就把他的高祖陈刚让他来跟何章豪合作，而且因此有陈刚的正式五年级毕业作品，也叫他毕业作品就不要写了，就写梁祝作为你的毕业作品，所以才有了
一个作品是两个人署名的一个集体创作的，两个人，这个在外国人来讲他们不太能理解，但是就是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一个熟悉乐曲，熟悉这个，但是没有作曲能力，一个有作曲能力，那么他们俩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比如说我们里头用了这个板鼓，用紧拉慢唱，这个全是戏剧的一种手法，有好多好多这些地方，包括运用这种唱腔的，像我们演奏的同学，也就是说写一段是一段，写一段是一段的过程当中也要去学习，因为以前你学的那西洋的那个教材里面好多这种韵味这种东西没有过的呀，也是一种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也需要学习唱腔，要学习中国戏曲，要学习拉二胡等等等等，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才能拉出那个这个韵味来。当时整个学校里面所有人，不是说我是为了去抢一个什么一下子出名我才去做这个事情的，我们只是为了让中国人喜欢这把小提琴，就是做这个事情。所以所有的参加这个工作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是为了甚至包括牺牲技术上面可能实验失败呢，你可能你在这个提琴技术上面会受到一些挫折或者怎么，这都是思想准备，准备牺牲，不准备是获利的。所以全校能支持能帮助的都会帮，像我们的当时的老师们，我们是学生，当时的教授们，他们都会帮助。比方说你这个地方应该用什么功法什么指法，我们没有他们懂，然后他们都会帮助写。就当时的人是没有这种未思的东西，才会有这个作品出来。很快于丽娜和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就迎来了第一次内部演出，创作的兴奋感被首演的紧张气氛冲淡，没人知道这支作品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响。带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乐队走上了上海兰心大戏院的舞台。全部是学生的乐队，指挥是范成武，也是学生，那么作曲两位学生，我独奏也是学生，全是学生，大家都是认真的排练。然后就那次我拉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好拉，没有不心里真的无底，你到底下面是不是说这个作品大家很欢迎，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只是我们拉完最后一个音不是很轻的吗，拉完以后开始是没有声音的吗，下面的也很安静，不知道呀，说不定就没了呀。但是后来掌声就一直不停。谢了幕也还掌声，那两个作曲家都来上台谢幕，再回去再出来还是掌声。那是新作品音乐会，你说会准备返场吗？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准备返场的。那我们就那种在后台后面就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么说再拉再拉，拉有没有新的再拉嘛，还拉两组。就是这个对这个东西的记忆呢，没人不同。有人记忆呢说从头到底拉了一遍，有人记忆呢是拉了楼台会到结束。啊，我是拉的人，我都什么都记不得，我记不得，只晓得，反正就是说，再拉了，拉了多少，我真的不记得了。也当时就是只要觉得下面有掌声，下面就是肯定你了，已经觉得比较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上海，他就是采访，音乐舞蹈汇演的这些节目，他认为好的，他就录一个音回去，在电台里面播，然后他觉得这个作品蛮好，
那么也没有在什么录音棚里一本正经录，就在我们的学校大礼堂排练，他做了个排练录音，拿回去以后啊就放了，放了以后又没多久突然变成唱片了出来了，就这样。因为当时大家能听的要么是唱片，要么就是电台无线电里听，就是这样。就是有了这个作品以后呢，我觉得就是小提琴的确是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喜欢。梁祝风靡全国，几十年来经久不衰，唱片发行量突破百万，小提琴也终于被国人接受，甚至众多海外的乐队也开始演奏梁祝。因为这首协奏曲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中国小提琴事业的发展中，它已不再是琴童的第二选择，成为了热门专业。然而于丽娜并没有停下对小提琴的探索与学习。1960年的时候，是文化部决定派一个弦乐四重奏组到德国去参加柏林的一个休曼的那个弦乐四重奏比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内根本就没有弦乐四重奏组，所以要参加个比赛呢，就要在全国先要通知下面大家准备，然后到文化部去选拔。那么当时我们学校里面呢，就是准备要派两个组去参加选拔，一个是男子组，一个是女子组。我呢也是给分配，让我担任那个女子组的第一小提琴。到了北京以后，居然我们给选上了。选上以后，就是从我们开始拉弦乐四重奏第一个音到我们参加比赛，只有5个月的时间，非常短，从来没拉过四重奏。前苏联的专家嘛，看好的是男子组，我们是趁他们有一次正好他们不在，专家来了，他们在我们坐的位置上，他说那就听吧，本来不想给我们上课，说听，后来觉得你们还蛮努力，就这样。最后就是5个月，我们还觉得就把谱子全部背出来，背谱比赛，这是没有的。因为世界上重奏很难背的，不是你独奏曲子，你有很多时候是你不一定拉旋律声部，你也拉伴奏声部什么。因为我们除了睡觉那几个钟点，剩下是一直在练。比赛以后得了第4名嘛，那么当时回来的时候，我们带队的一个团长是北京的，他就说：“哎呀，你们回去就要不要散掉，中国还是没有弦乐四重奏。”然后我们就回来，虽然我们当时都是在音乐学院里头了。但是给我们的工作啊、学习生任务都不是弦乐四重奏，都是在工作之余天天排练，因为很困难，没有经费，还有自己掏的自己的微薄的工资的钱出去演出。除了我这个位置，我这个人没动过，二提琴换过前前后3个人，中提琴3个人，大提琴3个人，换一个人等于重建。就是心里面就一点要坚持下来，中国才有四重奏。我们还是在工作教学这种之余坚持了30年。正当于丽娜在演奏道路上越走越顺的时候，她也即将结束大学学业，面临毕业分配，学校希望他能够留下任教。因为我学了半天，我只会拉，我不会教，教又是另外一个学问，对不对？你一下子就是我刚毕业就留下来做老师，我不会教，就我当然更选择的是演奏，对吧？但是又是分配嘛，但是我就是又是个坚持，就是努力钻研，努力探索，努力研究。努力补缺，在文化分子当中还有个文化大革命，这个当中就是专业上面的缺好多东西，就是这样的话才能就越来越积累经验。从我1962年毕业留校当老师到现在，今天2017年嘛，整整55周年，就是55周年的坚持。
永远在学习，因为学是学无止境的，总是有很多东西你永远要继续的探索。正是出于对小提琴的热爱和对学生的责任，让于丽娜从步履维艰的60年代一直走到了今天。她先后为中国小提琴培养出了黄蒙拉、王之琼、潘义琼等一批批优秀的演奏人才，为世界推出一个又一个中国制造的国际级演奏家。于丽娜见证中国小提琴教育从一穷二白到将各类国际演奏奖项收入囊中的历程。永远要探索，永远要学习，永远随时总结，这是一个，就是在专业上面这是一定要的。你不能就是固步自封，你已经觉得你行了，没有，没底的那个，这一个。那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爱学生。你对学生没有那个爱的话，你就不能全心全意。就是因为我们跟一般的学校不同的是，我们一对一教学。假如从4年级进来跟着我，有好些个学生都是，但到我目前是硕士毕业的话，16年，你就像他的家里第二个父母，你开始他的成长，他的每个过程，你真要晓得他应该是怎么教法，那么你要根据他的情况给他不同的饭菜来吃。假如你缺少这个爱心的话，做老师，我其实不管你是大课老师小课老师，一个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以外，你一定要，你要爱这个工作，要爱对学生有这份爱心才行。在观众期待的掌声中，一身黑色打扮的于丽娜优雅亮相。2010年，于丽娜70岁，她开了个人音乐会，宣告舞台生涯的结束。她知道，自己在舞台上的状态仍然很好。但是他在演奏生涯和教学工作中选择了后者。乐曲中，观众仿佛看到了两只蝴蝶正在上下翻飞。2017年的三八妇女节，于丽娜登上了阔别已久的舞台，没有穿演出服，但是站在舞台中央的她有最闪耀的光环。这光芒来自站在他周围，从10几岁到年过半百的几代学生们。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精力有限，你在舞台上你也是有要有很大的精力，你才能上得了台。那么教学也需要你精力，那么随着年龄上去，不能兼顾那么多的话，我就取消一个舞台上的事情。总有一天要躺下来的，这个是这个规律，躺下就躺下了嘛，没躺下就教吧，一直教到教不动，哎，教到教不动，就这样。于丽娜和学生讨论着下周讲座的议题，是关于音乐学习中音准的问题。虽然家人多次劝她移居海外，儿孙团聚颐养天年，但是想到中国的小提琴事业，想到自己坚持几十年的音乐信念，想到身后那些孜孜以求的孩子，她毅然选择留在国内。因为他更渴望在中国艺术的大花园里看到桃李芬芳、姹紫嫣红的春色，看到千万只蝴蝶自由地翩翩起舞。